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样下载这个 Adobe Beta 版本哦。首先打开 Adobe CC 哦，在左边有个 Beta 版应用程式，然后选择我们的右边有一个 Adobe 的 Beta 哦，点击安装下载。然后安装完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教学的一个示范哦，就是把这个圈起来之后呢，它会自动产生一个像道路一样的双黄线，然后左边没有图片呢，它自动可以生成出来，然后像这个路呢，可以圈选起来，然后背景换掉，只要输入文字就可以达成，超厉害的。让我把它圈起来，然后换成什么？换成一个箭头，招牌箭头。然后极光下面没有东西，它可以自动生成，然后把它变成什么？延伸下去，哇，还有一个还可以选择这样子。OK， 我们现在开了一张图出来哦，它这边有一个示范的东西是在讲说它可以选择有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它有一些教学的东西可以看哦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。那我现在打开的是一张图。然后这张图呢是挖土机的，然后接下来会出现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它是可以输入这个字在上面的。OK， 它自动选取整台挖土机，但是旁边还是会有一些，还是有扫掉，不是完全整个都选取到，可能因为模糊还是怎样的。OK， 它直接变了。我是希望它是变成红色的挖土机啦，它变成像货柜车是不是？它直接把它替换掉嘞，还蛮厉害的，还可以选择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太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哦，把它故意把它放大哦，把它拉大一点，左边自动产生，我来看看可以产生什么东西，直接按这个产生好了。哇，酷欸，超屌喔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右边一样喔，直接用产生的。哇，它连树都有出来欸，而且树都看起来不一样，我还可以换灯塔啊，这就有点怪了，再比较好看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生成这个天空的部分。出现失败哦，太多人在用了，哈哈，没关系，我再试试看啊。应该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在下载这个 beta 版本，所以它出现了错误。OK 啊，延伸，但是中间有一条线呢，我们来把这个线去除哦。来，我输入一下，把线去除掉。哦，可以哦。哇，帅耶！那个线就不见了，赞，给他个赞。好了，我先把它合并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来恶搞一下哦、喔。我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轮胎圈起来，然后把轮胎换成其他的样式哦、喔。轮胎哦，它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地方哦、喔。我想把它改成一个红色的轮胎。哇，轮胎直接换掉，而且还去背，还可以换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镂空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树呢，把它烧起来哦。我来输入一下，燃烧的树。哦，真的有燃烧的感觉吗？变红的。哦，这个才有，这个有。这个还好，这感觉有烧起来的感觉。
我还可以随时切换呢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想要把这边增加一块云朵在上面哦。哇，云朵出来了！哦，还有不同的大块、小块，这个有点奇怪哦。大块好了，这边呢，我想要出现超人好了，超人，我来输个超人。哦，超人出来了，但是超人出来，他的脚呢？哎，这个姿势怪怪的，哎，这什么鬼啊？那超人这样不行哦。OK， 我现在换了另外一张图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试试看把小孩子圈起来哦，这是全家人圈起来。然后我想说背景可以换掉。他们现在坐在家里面哦。来，我们试试看把这个背景呢直接换在这个丛林里面哦。真的有丛林的感觉，哈哈哈。啊，坐在一个橡皮艇上面，是不是？啊，还可以换呢。哦，这个还比较好一点啊，刚才那好奇怪啊。哈哈哈。啊，直接坐在树上面，然后小孩坐在地上哦。我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大脚怪可以冲出来哦，试试看大脚怪。还真的有大脚，但是不是大脚怪，就是个大脚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脚趾头怎么样了？大还真的就是大脚哎，还是我形容的不对啊？OK，把这个树换掉哦，这个树感觉有点弱，换成其他款式哦。哦，换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感觉比较厉害一点哦。不晓得是不是颜色的关系，它的树比较深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树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凸显这个男人的单身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不要，no kids，试试看会不会变不见。哦，小孩子不见了，真的就不见了，而且还不会怪怪，只是脚这边有点怪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们试试看，把那个老婆变不见，no wife，试试看 no wife 会怎么样？哦，哎，老婆不见了，哈哈哈，老婆不见了，喂，这个脚还是有点怪，不然这个男人也不要好了，就留下一个沙发。然后试试看，No me，哦，把人都赶走了啦，没有人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窗户换掉，换成其他款式哦，改一下窗户的样式。哎呦，这出现在哪里？森林。啊，还有这种铝框、白框、黑色框的啊，这个，然后还可以回去换，它、啊、会有不同的样式可以看。我、哦、先把这个窗户关掉，然后它的那个沙发的那个位置啊，就老婆那个位置，它会有不同的样子。看一下老婆这边有什么可以选的。哦，这是脚，哦，这脚可以换，鞋子可以脱掉，因为刚好小孩子压到脚了。这小孩子有什么可以选的？看起来差不多啊。哦，他连那个抱枕的位置都不一样哎。OK，我影片需要到这边。有在玩 Photoshop 的呢，赶快去下载，就是必须要有账号。然后先这样吧，各位。
那我下次会再研究一下拍更多之类的影片。先这样子哦。